先复习一下上一堂课，好，一起读一下上一堂课，这个应该不会背了。好，一二，至论云：出家人虽破戒，破戒破罪，罪必得解脱。如莲花色离尘生经说，如佛度罪婆罗门，以无量世来无出家心，因罪发心，后当得道，因说出家计，恐却虽有色言身，不如红红能远飞，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胜。涅槃云：这上堂课啊，所以我们啊就结束了，应该最后呢有一个总结啊，啊，所以这样，这我们就了解了，然后这个出家的这个殊胜，啊，知道了，说这个出家啊能速了生死，啊，因为有戒，啊，能净惑人天，远惑呢啊解脱。成佛的功德。那第二呢，这个出家能主持正法，所以正法这个在于世间啊，说我们知道说毗尼住世啊，佛法住世，那还应该了解呢是法来啊这个僧弘的啊，那当然要弘扬佛法，那首先要能够住持正法啊，所以说啊，在这个世间呢啊，说毗尼住世这个佛法住世的啊，那弟子法不坏这个佛法住世的，那头陀恨法不坏呢这个佛法住世的啊，就像我们啊，半夜半夜诵戒啊，啊，我们能依于佛的教，啊，这样来行持，就是在主持正法。那第三呢，出家呢，弘扬正法。那除了我们就是能够坚持于佛的境界，如法如律的修行。那我们还要呢啊，发起大慈悲心，也就是常常说的发菩提心，要能够啊广度众生，也就是说光自己得到解脱不够，要一切众生都能解脱，光自己成佛然后这个不够，要让一切人呢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啊，所以佛啊啊，那我们知道就是觉悟的意思了，让一切的众生都能够觉悟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理，让大家真正的都能够离苦得乐。那第四点呢，既然出家这么殊胜啊，我们都是高阶尊严人天师的啊，要能够弘扬正法啊，这就缺不了呢啊出家成担的这种的精神，所以我们以前说过啊，说出家是大丈夫的事，非将相啊之所能为也啊。出家就是在家人呀，你看他有说当宰相的呀、国王啊等等，那说啊，他们能可能治理一个国家，但是他不一定有出家的这个勇气的，就是能啊通兵这个。
好像这个打仗，但是他不一定呢啊能够统领住自己的起心动念的。那佛法呢啊能让我们然后这个了解以后啊，我们说了有了佛法就有了智慧，有智慧呢啊就无论做什么都有办法的。所以承担的精神呢就是啊心呢啊很好的修学佛法，有了智慧，这样呢承担有佛的大神大力大慈悲，就像我说慈悲喜舍啊四等事啊，那是好好的承担起来自利啊利他的啊弘化的事业。好，这是我们上堂课。好，今天然后接着来呢就是第四讲的来明劝人出家之利益啊，就是呢来说明劝人出家的利益。也就是说前面一讲是说啊自己出家的功德利益，那现在呢啊又来啊让我们知道劝人出家的这个功德利益也是非常大的。好，我们一起把今天的文来读一下。一二，先以华首之音来总的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得到的就是自己出家劝人出家的殊胜的果报那里面呢也别列了四种法。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华首之音呢这是我们这个文上是手的手那也又名呢华首之音，就是我们这个头的这个手说华首或者华首，这都是说的一部经的。说在华首之音然后这部经里面，就是佛陀呢因为阿难的请问又来为阿难宣说然后出家这个功德帮助人这个出家的这些功德。那华首经里面说说菩萨如果能成就四种法，说未来将成为善来比丘。说善来比丘呢等到以后慢慢就学的时候就知道呀，说这个德界呢有在就是在我们现在都是要登坛这个就是以这个节目这个受戒的。那么在佛在世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众比丘只要这个佛给他讲法，他证得了这个出果就是他明白了真正的明白了佛法的这个道理，那佛呢
就亲自逗他，然后一呼他，然后善来啊，这个比丘他的须发自落，袈裟啊着身的。这就是说啊，如果要能成就四种法，说将来就可以成为善来比丘啊，从啊莲花中这个化身的，也就是不要再住呢像我们人一样的啊，或者住马牛羊的宝台，而且现世呢啊也可以呢延年益寿的。那么是哪四种法呢？下面呢就说了，说第一种法就是自乐出家，以劝阻他人令其出家。说啊，不仅仅自己懂得了出家的殊胜功德，自己向往出家，也能够劝导啊，帮助他人啊，能够啊早日圆满出家的因缘，就是劝人也能够出家啊。就像呢啊，我们得到这种利益了，那我们也希望呢别人也来得到这种的利益。那第二法就是求于佛法，无有谢倦，以劝他人。那我们知道说学佛尤其出家，那我们都是要清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说要精进修行用功办道的。说在菩萨法里面，那我们也懂，那菩萨啊要行六度呢，那一开始就是布施、持戒啊、忍辱，那后面呢有啊禅定智慧，那中间呢就有一个精进的啊。那为什么啊就说要有这个精进呢？说布施离不开精进，持戒也离不开精进，那忍辱也离不开精进，那禅定智慧都离不开精进啊，努力的勤修。所以啊，若菩萨要记住了精进法呢啊，勤修于佛道，这个不懈怠的，也能够劝导他人，然后精进修学。那我们也知道说世间呢成就任何的一种事业，他都要不懈地去奋斗努力，那更何况呢我们是来做呢这成佛的事业，就是解脱成佛的事业，那更需要呢然后精进努力地来做。说自己精进也能够劝别人精进，那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那就是告诉我们他怎样成佛的，就是一心清修精进啊才成佛的。所以啊，为人不可懈怠呀啊。我们也知道世间说啊，如果你今天的事呢不仅仅努力的来做，那你推到明天，明天还有明天，明日啊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啊啊，那就你永远都是推到明天，明天去。那你这样呢那一生当中又能成就什么事业呢？那万事都能成蹉跎的，都让在我们等待的当中，都在懈怠的当中然后过去了。所以当菩萨呢啊，一定常行精进的啊，也劝别人能常行精进。说第三法呢就是自省何人以劝他人，这就是要常常的修忍辱啊，保持柔和的心态，那并且也劝导他人啊能够如实啊来修的。哎呀，要说到这个呢这可是不容易啊。那我们想想有时候呢忍饥忍渴，忍寒忍热要忍，但不一定呢能忍气
别人给你气受，能不能忍？啊，别人委屈你了，能不能忍？啊，所以这个啊，要说到自行何忍，也劝他人来修这个忍辱法，啊，实在是不容易。啊，为什么我常常说，佛告诉我们忍辱第一道，佛说无畏罪的，就像我们出家。说你的，你不修这个忍辱，那别人会说哦，出家人这样那样啊，那你是没办法成就戒的功德呢。所以佛在一教经里面告诫弟子呀，说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大有力大人啊。啊，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马之毒，啊，如饮甘露者。不明入道智慧人也。啊，我说今天多说几句呢，啊，实际也啊也见到呢，啊，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呀，尤其一时的不忍，啊，一时的对方呢冤枉自己，啊，说那个时候你再能够安忍，啊，这是很难，所以这个忍辱呢。它也是一种智慧呀，因为啊，我们知道那六度忍辱波罗蜜啊，就是你由于啊忍的力量，可以从愚痴的此岸，那达到呢智慧的彼岸去。所以没有智慧啊，是不能行忍辱的啊。所以我见到啊，因为一点点的小事。可能彼此啊这样的争吵，那自己不忍了，就忍不了这个气啊。所以我有时候呢，也不能太想通。实际别人说上一句“我们阿弥陀佛”，这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去还他？就是因为呢，你认为自己吃亏了，所以我们天天在听佛的讲。都没有用上一句。那佛在四十二章经里已经告诉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从事想上修呢，啊，他骂你，你不要还口，就像啊别人送礼物来一样，你不接纳，他必须要拿回去。也像一个人站在啊这个地上仰天吐唾沫一样。那唾沫呢还会掉到他的脸上去的，所以骂人就是骂自己的。那愚痴的人呢，当别人呢啊一提到自己的那个假名，那就认为呢是在骂我了，那我必须还口，那我不骂呢，我不还口呢，我就吃亏了啊。这看了以后啊，实在的呀，觉得啊怜悯啊。怜悯啊，实在值得怜悯，就是可怜可怜啊，实在可怜啊。这就是说，不管在家也好，出家也好，啊，这就是说你需要安忍，要能啊，这个忍得了气啊，啊，要能够受得了委屈，啊，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因此佛就说呀，如果你不能欢喜忍受恶马之毒啊。像别人骂呢，就像我们自己呢啊，在饮甘露一样。那甘露呢，是一种天然的饮食，那非常非常的啊，这个到了嘴里啊，啊，那这个不是拿我们这个语言可以形容有多么的好吃啊。所以如果呢啊，不能啊忍别人的这个哈恶马之毒，像饮甘露一样，这就不能叫做。是入道的智慧人。那换一句话说呢，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能忍受恶毒，就是恶马之毒，那他就不是啊一位智者，他也不能够呢然后入于道的。说世间人也讲到呢，说如果要是啊明白的人，还算不上一个有智慧的人。当别人要骂自己的时候，那自己呢，还是不要还口。
那打个比喻呢，就像那个疯狗咬人一口一样，难道你反过来你也去咬那个疯狗一口吗？啊，你肯定不会的嘛。那为什么人和人之间啊，那你他骂你，那你一定呢要去还他呢？那我们学了佛法是有了智慧，就知道啊身三口四啊意三，那生呢做坏事呢有杀盗淫，那口呢有口四过，打妄语、恶口、两舌、绮语，说骂人啊，这是啊一种恶口，说这个果报还要自受的呀。说你骂啊这个别人，到最后也都还会归在你自己身上的。所以啊，有智慧，那我们就能知道奉行于佛的教法啊。说我们没办法让别人不骂自己，但我们以戒律而行呢，能管好自己，去不骂别人。所以要能够学安忍呢，就能够啊增长福报，消灾免难的。那要学这个安忍呢，啊，这可以啊成为啊我们啊修道的啊成功的这种的力量啊。实际呢啊，也就是一句话啊，我们要能够这个啊安忍呢，实际也是啊我们修行的啊一种财富。好，师父，这个修行当中啊，我们昨天说了啊，正见也好，智慧也好，等等，都是我们的财富。所以菩萨行六度万恨，好像都是在为别人，实际呢啊都是在成就自己的啊福德。所以这就是和世间人呢要反一个个的。那世间人呢，时时处处都怕自己吃亏，别人骂我，我要去还口啊，我为什么要为你服务啊？啊，你啊只啊愿意接受别人为自己的服务，而自己呢不愿意去奉献别人。那学佛有智慧呢，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发善愿发在啊每一位众生的身上，我们做善事啊，努力的去为每一位众生服务啊，利益别人的同时，是也在成就着自己，为别人就成就着自己的慈悲心。你有很多的啊方法来帮助别人，那就说明你是很有智慧啊。说没有智慧的人，他不会有很多的方便啊。所以那个第四里面啊，他也啊告诉我们，悉心方便胜发大愿。好，那我们一会儿再说。那现在呢啊，那我们啊是啊从这个上面来了解自性合人的啊这个利益啊，也能够劝别人来修这个安忍法。这实在呢啊，这是啊有大功德利益的啊。那我们啊要慢慢的来体会啊。好，所以我们小众呢，然后都坐在这里，因为你们出发心这个来出家，也就是说带着世俗的这个习气来的啊，能不能放得下？所以我讲的这些啊，就是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然后去啊实行。那你们要回答，有没有学安忍啊？有。能不能忍忍饥忍渴？能不能忍寒忍热？能不能忍气通声？好，那你要说能的话呢，这个给你们讲个老实话，为什么末法时代啊成就的人少？根本的原因呢，就是啊真正的来殉道我们的人少了啊。你像以前啊，你看啊，你看那个禅宗也好，或者的话呢啊这个那其他宗派也好，你看密教里的
马尔巴上师哲夫米拉日巴那个禅宗里的，然后什么棒喝你来清静那是啊，清静善知识，然后一进门的话呢推出去那么推出去以后再来来了以后的话又推出去还要来再来，你不出去吧，我去关门，一关门的话呢他的脚没拉出来，好，把这个脚的话呢然后夹在门门里都起折了，你们能行吗？好，我来参学来了，请你接纳我啊！好好好，哎，课堂挂单挂单，然后你当面说他们来行进干嘛？谁让你来行进？走！你到时候还是这个人，这个善知识是个疯的善知识这个肯定不是你的。实际啊，那个啊，就是善知识，它有很多的就是智慧和方便，它来折服你的。但是我发现了很多很多，所以到现在呢，是因为我们有个僧团，看上去呢大家都不错，实际我也是在回心丧气呀。真正的话呢，相应的人这个不多的。那也就是说，我现在可以放开来哈，不管是摄受你，不管是折服你，我在你跟前可以自如，还没有。这给大家讲个老实话这个说所以呢说我们要想真正的在佛法当中成就，哎呀，这个实在不容易这个就是你要从你平常的这个一言一行这个当中，你来关照自己的这个内心如果善知识，然后对你说的每一句话，对你不管用的什么样的方法，你都能当成它来成就你。哎呀，这个也不容易所以我们既然的话呢，然后出这样了，刚才说要有承担的这种的精神，那不妨呢，彻底的放下自己一回，就说我佛总教的我们。我们怎么去做那你就要看一看你有没有计较如果呢你有一念的计较心升起来，你和道呢这个不相应。你有一念的哎，师父怎么对他那么好，对我怎么是这样，一念的分别心升起来你和道是不相应。一念的你产生了不忍的心，你和道是不相应这都是在你这些种种的与道不相应这个升起的时候，都是你丧失然后智慧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说不是说末法时代不能成就，是我们不肯放下说种种障碍成就我们的这些心念和我们的语言行为所以根本上呢还是呢对于自我的执着然后不可放下所以如果你真正一天然后能放下了，那你也就是说，那你也就是放下的时候也是你成就的时候这个大家好好的去想一想看不做事的人呢是不做事，那做事的人呢一天这个你管得我不对了又让我做这个了那个了，总而言之的话呢在这个上面呢打转转，没办法从当中解脱说不做事的呢让你们坐在这里学呢然后还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所以就知道说出家我们是求解脱的，但来到出家当中能不能解脱，那就全在于呢然后自己呢然后做了。好，这是第三法。那第四法呢是要悉心方便
生发大愿，就是要让我们发起来深深广大的菩提心，就是成佛利益众生的心。你要利益众生呢，必须要修习种种度众生的善巧方便。所以《华严经》里的这个话呢，方便分开智慧花，有多大的智慧，那你就能办多大的事情。你智慧越多，方便越多，也就是帮助众生的方便越多呢。但是有前提呢，那你叫心天不长无名草呢，你才能够方便分开智慧花。如果你不懂得用佛法每天来净化自己的内心，那你是没办法来开智慧的。好，所以我们常常说的闻思修三会，为什么都叫做会呢？就是你听闻到了佛法要开我们的智慧了，成就我们的智慧。你通过思维能够成就我们的智慧，你通过去修行实证能够成就我们的智慧。如果说你不能够如法如律的这样来思维实行，那是很难呢来这个增长智慧的。所以我们一个清净光明的真心那为什么你遇事不安忍呀？为什么遇事的话呢丧失了自我啊，就是丧失了理智等等，都是因为呢你根本就没有从心地上下功夫。所以佛法呀说是心地法门，就是你要在你的心地上下功夫真是地里面不要去养出来那个愚痴的无名的草，而要呢培养那个智慧的稻苗。那你这样终究呢就会结出智慧的花果，你就会有种种的方便去帮助众生的。说这四法呢实际第一种法呢是解脱法，第二种法呢实际是精进法，第三种法呢是忍辱法，第四种法呢是饶益，就是利益利益众生的法。那虽然四法，那其中呢以解脱法为正因的，也就是说这是一切建立在然后你解脱的这个根本上的。那菩萨如果能够具有这四种法自行化它那现身啊，增加寿命啊，那将来呀 莲花化身啊等等，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智慧呀。说平常呢闹烦恼生气给别人去计较，伤害的都是谁呀？都是自己。刚才说如果你具足四法现身能增加寿命，那如果你不具足四法呢，不修安忍呀等等不解脱呀等等，那现前呢就会损我们的福报。不要认为骂别人一句我占便宜了，实际骂别人一句呢正是我们吃亏了。要懂得这个道理呀那打别人一下是不是我们自己吃亏了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吃亏的事啊不能干。就是想说我们出家要有智慧你就要懂得就是处处吃亏实际吃亏世间人说就是占便宜，他是不懂得怎么占便宜。实际吃亏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别人骂我我不还口，别人打我我不还手如果他真的老给我过不去，那也是过去生中的话呢，我对不起他我现在呢只有一个惭愧凡事呢都惭愧自己那你想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会活得很安忍，安忍的话呢就会得来一种呢让我快乐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实际都是自己的错我不会去怪别人的。当你去
埋怨别人的时候，就会增加自己的烦恼。当一切错都是出自于自己身上呢，那你看看啊，你就不会去埋怨别人了。就像我们昨天说的一样，那处处的话呢，都找我们自己的缺点毛病啊，那我们就会呢啊，慢慢的这个进步了。好，这是先啊引啊华首之音给我们，然后说了这个菩萨具足四法，当然里面最主要呢是说自己出家劝人，然后这个出家的功德啊，那稍待呢啊也就说了这么多。好，那再引呢然后功德经啊里面来说啊，就是真实的给我们说明，同时呢还给我们呢啊把那、啊、这个就是啊比喻的。好，出家功德经里面说啊，就是若放男女奴婢人民出家，功德无量的。说这是在出家功德经里面，当时阿难然后就和长问佛说，师兄呀啊，若当有人放人出家啊，若有啊出家的人呢啊，就是哈、啊、就是那么他可以得到多少的这个福报呢啊，或者呢啊又有人呢就是毁破他人出家的因缘，又要受什么罪报呢？就是希望师尊呢啊能啊具体的详细的告诉我。那佛就告阿难说，如果你呢聚满百年当中啊来问我啊这个事儿，那我呢以啊无尽的智慧，你看这个智慧啊是不受局限的啊，无尽的智慧，那除了饮食的时候，我呢也满百岁当中，就是百年当中来广为你说，就说这个人啊就是放人出家或者自己出家啊，说这个功德啊我也没有办法呢然后说得尽的，那这个人呀啊，那就是不会堕了恶道啊，很长的生在天上呀，人中啊，常做果王啊，受天人乐啊，啊，这若有于此沙门法当中啊，让人出家啊，或者帮助别人，然后这个出家啊，有啊这个因缘啊，也就是说我满百岁当中说他的这个功德，说也说不完。那你呢满百岁当中呢啊，你来问我就活一百岁呀，你一直问，那我呢啊也一直到涅槃，那我来说这个功德那也说不清。那佛啊又告给阿难说，如果啊又有人呢破坏他人出家的因缘，也就是别人要出家他去阻拦，那这就呢啊劫夺无尽的善财福藏啊，就是坏呀啊，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三十七道品啊啊，那就是毁灭他的这种的啊，这就是正道的这个因啊。那佛就说呀 啊阻扰人家这个哈、啊、出家的这个因缘啊，源于这个罪业呢堕在地狱当中这个长盲无目啊，就是我们说啊双目失明啊，这个受极重的苦，如果呢生在这个畜生当中呢也是呢双目失明啊，也是都是没有啊这个眼睛啊，都是啊就是盲人瞎子，如果生在恶鬼当中呢也是生盲，这就是说不管你生在哪一道啊，那你都看不见了。那在啊三恶道里面呀，然后哈、啊、就这样的不仅受苦啊，而且要受这种的黑暗的这种苦，因为呢那出家他走的是一条光明的路，而你遮障了他的光明路呢啊，所以就会躲在那黑暗当中
啊，就是堕了地狱，堕落到黑暗地狱的。那如果呢，来做人呢，在啊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呢，啊，那受胎呢，那就是啊盲者。啊，我说为什么啊？有人一生下来呢，那双目就看不到的。如果呢，你在百年当中常问。就是说破坏他人出家的因缘得什么果报啊，你问我百岁当中用无尽的智慧来回答你，就是说这个哈啊丈人出家的这个罪报，那我也说不完的啊。说这个简单来说啊啊，那就说啊，你看出家呀，或者帮助别人出家呀啊，就是阿难百岁当中那佛来说啊，这个功德那也赞叹不完的啊。那也那这里也就说啊，那既然的话呢啊，自己出家劝人出家的功德那么大，那你反过来呢啊，那破坏别人出家呢，这个啊罪过呢啊也就大的。好，经中还说呢就打比喻了啊，就是佛告阿难呀，说我现在呢跟你说个比喻啊，那你啊好好听啊，就是啊比如呢这个四天下，那我们知道呢要四天下呀，东胜神州，南占部州，西牛霍州，北俱啊卢州的，就是这一个州当中满罗啊全部都是阿罗汉，那已经够多了。那佛打比喻就是四州当中啊啊，这其中呢啊都是这个阿罗汉啊，那满百岁当中啊进行供养，那就是那供养一位圣者阿罗汉的功德呢，这个都啊大得了不得。那你想想要供养众多的阿罗汉呀，你对他衣服饮食啊啊这个医药房舍卧具啊啊来供养他，等到这些阿罗汉呢啊，就是涅槃了，给他们祈塔，再用种种的珍宝、鲜花、璎珞啊、床幡、宝盖、哦、妓院啊等等等等，洒扫香水啊，给他们在啊这个唱呀、祭诵啊啊赞叹这个供养所得的功德啊，咱们来比对一下呢啊，这个功德大吧？但如果有人呢为涅槃故出家受戒，那乃至呢一日一夜所做的功德，那比前面啊这个修的福报的这个功德呢，十六分当中都赶不上一份的啊，就是那么大的福报把它分成十六份啊，那他都赶不上出家一天一夜的这个功德啊。因此佛说啊啊，一是因缘，善男子应当出家修持境界。那这个我们一定呢要能够懂啊。之所以他一天一夜有那样大的功德，就是他一天一夜当中能持守佛的境界的啊，真的为解脱而出家的。所以啊，五分律里才说呀，那要解脱啊，那要出家，但是出家不一定都能解脱呀。这就说，那个人如果你不发这种的出离心，你不常持于境界，那你的福报智慧啊，怎么样来庄严呀？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啊。说这段的经文呢，就是以较量功德的方式来给我们说明的。哎，你比一比呀。啊，那个满四天下都是阿罗汉啊，你也用四时去供养啊，他们往生了以后还要给其他啊，再要做众的供养啊，那你都不如呢一天一夜啊为解脱户持净戒啊的这个功德大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然后这个出家呀啊，不是说啊谁都可以这个出家的啊。那他你看那个啊，有时候我们常常啊以那个顺治皇帝的啊那个出家偈啊
啊，莫道僧家容易作啊，戒淫屡试众菩提。啊，说今天能够出这样，你知道你修了多少身，啊，修了多少辈子，说我们才能啊有今天出家的这个因缘。而这样，今天当一个出家人，就像啊，当然我们说这是劝你出家，他和前面啊那也是出家宽广啊，宽广犹如虚空啊，说我们出家人啊是多么的然后自在。所以你要只有我们来读顺治皇帝的出家这个句，才能体会到啊。所以他说啊，你看口中吃的清和味，身上常穿百纳衣，五湖四海为上客啊，逍遥佛殿任君睡啊。说我们啊，每天呢虽然吃的很简单啊，早晨吃粥啊，中午啊罗汉菜啊，啊好像简简单单，清和味啊，离开那些世间的啊葱酒蟹蒜啊，那更离开这种杀生啊，身上呢啊穿的这个啊百纳衣啊。不过我看我们现在啊很少有穿百纳衣的了哈，但是我们身上可以穿的百家衣啊，那是怎么供养来的啊？这个啊不是说啊这个轻易而举的。所以我们出家人呢啊是啊这个哈、啊、自在啊，但是我们这个自在啊慢慢要懂得啊，人也可以从两方面来说的。所以相对来说，说在家人呢，你看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好像很自由的。但是我们出了家以后，你自由吗？自由吗？自由。你自由？来这里，你每天的上早晚殿啊，让你背东西啊，你必须得勤修戒定慧啊，你看你不安忍，还得教你安忍，你必须得改自己的习气毛病。你想到台怀街去跑就跑一圈去了，不行吧？还得要啊请债啊等等啊。所以表面上看我们是不自由的，是不是啊？但是我们修的这些法，每天让我们的心事啊得到什么呢？得到自在的。所以的话呢，我们的心是自在的，在家人呢表面上看上去自由的，实际他的心呢是不在的，不自在的，每天的话得失惶恐啊。就像啊以前佛度他的那些数百兄弟们啊出家以后啊，啊那些啊兄弟们在那啊就是那个哈、啊、这个种就是那个坟墓之间去修不净观，修了以后呢啊佛有一天从那儿路过，听见他们喊，哎呀真是呢太快乐了啊，太快乐了。那佛就问他啊，为什么你们快乐啊？他说呀，说我们在家的时候，因为都是啊这些王子嘛，哎呀要多少人的话呢看护住他们啊，你看睡也吃呀，吃饭还得拿上象牙筷子去看一看，拿上啊那些啊放进去看看有毒没有毒啊，睡的时候还那么多外面那么保镖都在外面看住。他说每天的话呢都睡不安呀，那现在出家以后呀、啊、什么都没有了，真自在呀。原来才知道啊，说好夺得啊啊世间的那种的拥有，并不见的话呢能给他带来快乐的啊。所以你们也听过那个故事啦 啊以前讲的那么一对夫妇，那么他们是地主的啦啊，拥有的话呢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家产，但是每天的话呢两个人都不快乐啊。为什么？拥有了以后就得找人去看啊，拥有了以后就要分配，是不是要给他呀给他呀，给他太多了，哎呀给一点点呀啊。所以你不要看见那个金元宝银元宝能让人快乐的，守住那个的话呢害怕丢了啊，交给别人保管还不放心，所以一天的话呢这个心不安的啊。这个呢他们就发现呀啊，这个啊他们家这放牛娃的话呢倒是挺自在快乐的啊，你看如果再吹上个啊笛子，边放牛边吹是吧，想喊就喊想唱就唱。他妻子就说，哎呀看我们活的这个
真是这个哈、啊、一天的话呢啊，你看这个胆战心惊的不快乐，还不如咱家那个放牛娃啊。这个哈、啊、他的先生啊就说呀、啊，所以你别看他今天快乐，他说我有一个方法会让他马上就的话呢不唱了。他妻子说你用什么办法呀、啊？他说你看着吧。好，当然他先生啊，就这个把这个放牛哈、啊、那个娃来了以后，行了，你这干活表现不错了啊，说给你一个大元宝啊，你看你自己呢啊想要啊这个啊做什么，然后你就做什么吧。好，这下午把他喊来啊，这啊一拿出去这个元宝以后，他们再也听不到呢这个、啊、放牛这个孩子的这个歌声了啊，也不笑了，也不干嘛了，为啥呢？这放牛娃呀拿到这个金元宝赶快回到这个屋里，放哪儿呢啊，因为啥放到哪儿觉得都不保险，装在身上呢也不保险，要出去放牛啊，那这金元宝丢了咋办呢？又想啊，那这个元宝的话呢要买什么呢，是不是呀啊、哦、先要这样那样啊、哦、那想啊那么一串一串的来啊，想着他呢这黑夜也睡不着啊，所以到第二天再也听不到这个啊放牛娃的这个笑声唱歌声了 啊所以这个地主啊就给他妻子就说，怎么样，我这一招灵吧，他为什么再不唱呢啊，所以就知道啊啊身外之财呀、啊、当我们迷的时候会认为呢他都是我的，所以我要去尽管他，我要是这样我要去那样啊，因为真的一想到的话呢啊，这啊，两眼一闭，一死都撂的话呢，谁还会要去呢？啊，就说啊，经由他，但是人就是迷呀、啊，他就认为那个是我的呀。啊，就像说一个哈 啊一个将军一样，啊，你看他打仗的话呢，领百万大军，他都无所哈、啊、畏惧的，但是他就爱呢啊这个甄嬛。那人呢就啊给了他这么一个啊，就像那个小啊这个茶杯一样，这就说呀、啊、这是一个啊古玩啊，这多值钱多值钱啊，所以他呢没事呢他就想呀还把握这个哈 这个古玩，然后这个看一看。那有天呢啊拿到手里啊，哦一滑手啊，这个东西呢差点掉到地上，他一下子出了一身冷汗。但是这个人呢啊，也很有这个善根了，他一下觉悟了，他说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东西，哎呀把我都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我在这个战场上从来没有畏惧过。他就知道哦，原来当你的心啊哦用在你身外之物上的时候，你会被他所转的。那后来呢啊，他把这个东西呢送人了，他说呀我不可以了啊，再让这个东西呢啊就是来束我呢。所以我们慢慢的啊就会了解到啊，所以出家和在家呀、啊、它有个对比的啊，要说我们不自由，但是我们挺自在，但是你心里如果没有法呢，你能不能自在啊？不能，你还是不能自在啊，因为只有心里有佛法了，你看你不贪了，那什么东西啊对你来讲的话和你都没关系，所以你就没有贪的烦恼。如果你安忍了，然后你就没有嗔的然后这样的烦恼，那你说自在不自在啊？如果你不安忍的话呢，说今天人骂了你，你看今天每天气鼓鼓的啊，人说啊睡上一黑夜，第二天早上他为什么要骂我，是不是？第三天他为什么要骂我，那你能自在吗？所以甚至这一辈子的话都会想着他为什么要骂我，那啊，我们啊就会不自在的。但是如果我们有智慧呢，然后有佛法，那我们处处内心里都会自在的啊。所以我们要真正能懂得呀、啊，你看我们这个出家人啊，五湖四海为上客啊，啊，我们是方外之人啊，所以也就是不受他这个世间之内呢啊，这些你看财色名食啊睡的这些所舒服啊，所以啊我们没有家。我们没有家走到哪里呢，哪里就是我们的家，所以出家无家处处家。你说世间人他说买一栋房子，哎呀我又
有了一个家，再买，他能把全世界都买遍吗？他能把这个每一寸土地都买遍吗？不可能吧。但是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的家，那你们相信不相信？相信。因为我们没家，是不是啊？说我们没家，走到哪里都是我们的家，那你说我们自在不自在呀？快乐不快乐呀？啊，那为什么有快乐不享受呢？没智慧啊，所以啊，你要因为点小事情要烦恼啊，人也不如意，当然起脾气啊。所以啊，你看这个人人啊，我看呀，这个没有脾气这是很少的啊。我说要真正的哈、啊，能够啊懂得这个佛法啊给我们的智慧，那就要处处呢啊能够提醒，然后我们自己这个才可以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比喻说完哈，还有第二个哈、啊、比喻呢啊，就又如呢，然后起这个起七宝塔至33天，那我们说啊60米、70米这个高了吧？但是33天有多高呢？那我们没办法用我们的尺子来量的，说这个高吧啊，那这么高的塔，那你说这个福报大不大呢？大啊、哦，但是呢？不入出家的功德大，啊，这又是一个比喻了。为什么？因为你修再高的佛塔呢，修的是福报。说有形的呢，就会有坏的，是不是？啊，你做了那么高的宝塔，如果有一个人过来，啪啪啪给你打，你能见得起，他也能拆得了的，是不是？但是呢，你出家修的功德呢，别人能不能给你拆得了？不能的来啊，所以啊，那有行的就有坏的。我们得到的功德法财呢，啊，是无形的，所以它没有坏的，啊，所以要能够懂得啊，说真正的你一念的来清修皆领会啊，就哈、啊、超过呢，能够造呢啊这个啊一尊呢这个哈、啊、七宝塔的啊，所以出家一天一夜的这个修行。你看这个功德呢要多大呀，所以希望我们啊能够啊好好的理解这个。这就说呀 啊这个你看，当然这以后那个门次是讲沙弥尼十戒的时候再说啊。你像33天呢，那我们知道呀，三界里头有6余天的啊，那个它是呢有四天王天上去呢就是33天的。好，你看这啊这塔多高。那我们这样呢，通过这样的一比较呢，所以就知道出家的功德呀啊，那真的是高于须弥啊。要说它呢啊，大海深呢，它比大海还深；要说广呢，它比这个虚空还广。就是它这个功德啊，利益实在太大了。那我们有没有觉得做一个出家人很自豪啊？有。就是你看看我们多勇敢，头上的那些烦恼丝啊我们都能剃得掉。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看了种种的这个像，自己最庄严的像呢，实际是出家人的像，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呢、啊、你看咱们那儿呢，70岁了剃了头，人们就说哎呀50来岁啊。所以这个啊出家人啊不仅心年轻啊，所以这个的行的话呢，然后也年轻啊。你看我这都快60岁了，人们还说哎呀不像。好的啊，那我们啊接着呢回向。